欢迎来到我们的房地产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几个令人振奋的住房新闻。首先，沃基市的经济适用房项目获得了72万美元的资助，将为当地带来48套经济适用房。这些房屋专为低收入家庭设计，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建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密歇根州的住房危机。这个州的情况从过去的空置房屋过剩，转变为现在的住房短缺，这一变化反映了全国的住房市场趋势，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最后，亚马逊的经济适用房计划在科克兰开设了一个新的社区，提供125个单位，这是该地区首个由亚马逊的住房平等基金资助的项目，展现了企业在解决住房问题中的努力。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Yahoo US 报道。位于 Waukee 的一个由大德莫因哈比塔特人组织主导的经济适用房项目获得了所需的州资金，计划建造48套联排别墅。爱荷华州经济发展局宣布，该州62个住房项目将共同获得超过3700万美元的劳动力住房税收抵免。哈比塔特人组织获得了72万美元的税收抵免，用于在 North Warrior Lane 和 Northwest Douglas Parkway 交叉口西北方向建设的 Walnut Crossing 项目。项目目前处于设计和审批阶段，预计2025年开始建设，所有单元将在2028年完成。购房者的收入必须低于地区中位数的80%，并且需要参与汉水权益来帮助建设自己的家。纽约时报指出，密歇根州的住房危机反映了全国范围内的住房问题。州长格蕾琴·惠特莫在国情咨文中提到，住房短缺和高租金成了一个重要议题。过去的10年中，住房市场经历了从繁荣到崩溃，再到短缺的剧烈波动，许多地方的房价飞涨，导致中产阶级家庭难以负担住房。住房危机从加州蔓延至全国，许多城市和乡镇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导致无家可归者增多和社会问题加剧。Yahoo US 还报道，位于科克兰的新经济适用房社区 Grotta at Totem Lake 已经开放，提供125个单元，涵盖从单间到四居室的多种选择。这是科克兰首个利用亚马逊住房公平基金建设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亚马逊于2021年启动了该基金，目标是在普吉特湾地区创造和保护经济适用房，并已增加资金至超过36亿美元。亚马逊还与交通机构合作，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建设住房，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Yahoo US 报道，达勒姆市选择了 Peebles 公司对旧警察总部进行近3亿美元的改造，这一项目旨在为市中心注入新的活力。市议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决策，但尚未决定是否保留现有的历史建筑。Peebles 的提案包括380个住宅单元，其中92个将是永久性可负担住房，以及25万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包括杂货店和零售店。此外，项目还将提供791个停车位和一个连接3栋建筑的公共广场。尽管市议会对项目充满期待，但市民对于是否保留历史建筑的意见不一，许多人呼吁在这个位置上增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以应对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南华早报报道称，香港政府的一个工作小组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了一份关于如何规范分隔房屋的报告。李家超要求进一步研究，以整合近期公众咨询会的意见。报告中提到，工作小组讨论了分隔房屋的大小、照明、通风和设施等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根据2021年的普查数据，香港目前有108,200个分隔房屋，较2016年增长了17%。李家超希望通过设定最低标准和逐步淘汰不合格住房，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计划以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420亿美元）购买未售出的住房，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开发商，但实施进展缓慢，效果不显著。目前只有约5个城市实际进行了购买。分析师指出，政策实施的速度影响了购房者的信心，许多城市在购买标准上面临挑战。尽管有部分城市已宣布参与该计划，但由于资金成本与租金收益之间的不平衡，市场仍然艰难。
专家呼吁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来支持房地产行业，以应对当前的经济环境。Yahoo US 报道，亚德里安市的住房补助资金发放延迟，主要是由于申请过程冗长。根据亚德里安主街执行董事杰伊·马克斯的更新，预计到9月中旬，市政府将对密歇根州 MI 邻里补助计划的所有文件有更清晰的理解。亚德里安市获得的 47.5 万美元补助将用于居民房屋项目的援助和修复，特别是针对已经破败的房产。市政府在2024年5月表示，214号康斯托克街的房屋因失修而被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并已被拆除。补助资金将用于低收入家庭的房屋修复，项目包括外部修复、能源效率提升和无障碍改造等。BBC 的报道中，一位单身母亲凯奇亚·霍尔因无过错驱逐而被迫离开住了16年的家，呼吁政府改善租户权益。她和17岁的女儿在布莱顿的租房申请屡遭拒绝，最终被市议会安置在不安全的紧急住所。霍尔表示，这段经历让她感到作为母亲的失败，女儿甚至因为住宿条件差而暂时停止上学。市议会承诺提供安全的紧急住房，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表示，租户权益法案将为租户提供更好的保护。霍尔最终通过中介找到房子，但不得不提前支付6个月的租金，令他倍感压力。南华早报的评论指出，香港的社区活动是应关注儿童的需求，以应对住房不足带来的挑战。建议在设计这些社交空间时，考虑到弱势儿童的成长和发展需求。社区活动室应提供玩具、设施和适合儿童的课程，促进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此外，活动室还应为照顾者提供便利，如餐饮服务和休息室，以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香港的社区活动室应成为狭小居住空间的延伸，帮助儿童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u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The sea, curse war, silent fight, cradles burn, like a
Long future built.